分凌晨哟，三点十分到一小时。你们会经常去夜店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你会？第一次。好玩啊，喝酒。喝酒。找乐子。除了喝酒以外，例如，找妹啊，找女生，找女生，找一夜情。你有找过吗？有啊，有找过，成功过。杨贵坊啊，要不然呢？杨贵坊在哪里？香港啊。香港啊，那边的夜店跟台湾的夜店有什么差别？那个不算夜店吧，那就算酒吧吧。但是算还贵，对吧？真的吗？真的。Well, this is my first time, getting to a club, and I think it's quite boring. 对，就是在台湾呢，如果你要讲那种，就是女生去。出卖肉体的职业的话，槟榔西施是赚最少的。槟榔西施这种行业，22分。要先解决。石灰怎么能吃啊？可以啊，它就是发酵嘛。点呐、啊，搭好了，搭吧。是什么意思？辛苦。哦，辛苦了，所以辛苦你们了。辛苦，因为赚不到钱。北部人呢，他感觉台湾就只有台北市是市中心。对，他们的世界大概只有台北，然后其他就是乡下这样。跟南部人比起来，北部人可能比较。打算在这边买房子吗？要看另一半在哪边。考研的人还好不多，因为很多人想说读了再读，工作找不到，等于白读嘛。所以很多人想法就是，我知道有些人想法是先找到工作，然后再去读什么在职专班的一个研究所。所以目前考研的人算有慢慢往下降。广告设计，那我因为他要参加春天呐喊或是夜排开唱，所以说变成说你上班又要请假，然后后面老板就不爽，所以我干脆就自己出来做。因为工作的时候就变得说，因为太竞争了嘛，很多人就是觉得我现在要认真赚钱，就没有心力再去搞乐团，然后做创作这一回事。
对啊，因为这生活压力太大了。那当兵是退伍之后也是一样，还是要工作，哎，就到头来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。有很多乐团就是这样啊，分合的都是因为这些方面原因啊。在台湾怎么样？啊，政治、音乐扯在一起，其实也不是很好。可是有，当然他偶尔也是会成为一个工具，你利用它来做些什么，表达些什么。我从日本来的，外国人在大陆学的话，你要付美金，然后本地人可能会比较便宜，可是对日本来说的话，在台湾会比较便宜，因为台湾外籍生也要付跟台湾人一样的。我现在化妆嘛，眼睛，或者是像这种，就看起来比较像坏小孩的。目前是单个兴趣，但是我希望这兴趣可以长久的，但是不知道能够怎么样，可是当然可以，希望它是长久的会比较。那有打算当未来的职业吗？嗯，那要看之后的环境。好，之后的环境。那你觉得现在环境怎么样？现在环境很不太好。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还是没有那么多，但接受音乐也不是那么的广泛，也是有局限的。玩这个父母支持吗？我家里是没有支持。不支持？因为那有反对吗？但是他也没有反对，就是没有表示他们的意见。啊，就很喜欢这个，就多练。今天这两场，明天还有。明天还有？那你明天手怎么办啊？弹啊，没关系啊。这是因为我拉高那个平均音。好。OK， 那个我们的曲风今天是 Rock Pity 的 Party， 今天是 Rock Pity 的职业，所以希望大家要嗨，就是。起来跳舞，那比你不应该是要坐着看，不要坐在地上。虽然我知道摄影机很重。在台湾的话也是有，可是并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在这样的台湾的制度底下，你想要政府想要用一些公权力做一些事情，就会遭到反抗或抗议啊。可是政府针对这些抗议也不能用一些很强的力量去执行。你福利有，可是这些人不见得知道该怎么去争取你的福利。贫富差距问题在台湾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。对毛泽东应该是反感的人比较多吧？反感。对，反感跟拿来当玩笑会比较多。哎，是八千里吗？还是一万里？忘了，反正就是长征嘛。嗯嗯。然后就是毛泽东带着那个共产党，就是一路从就跟国民党打嘛，然后从北一路破南，然后最后渡过越过长江上海失守嘛。对，如果你要听这一段，我到时候我外公可以跟你讲。上次我回去的时候才听他讲过。对他就是那时候就跟着国民政府一起来台的，所以那个一般的台湾人民在学这一段历史的时候，毛泽东的印象大概是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印象啊。然后你也知道，就是自己的地方总是说自己的好嘛。台湾话跟就是所谓闽南语，还有所谓的日文，所以其实国民党军队来这边，他们讲的是有搞不好是他们的土话。搞不好是湖南话，也许是什么地方话，但也有可能是北京话，就国语。就说是双方是那个语文语言方面是有隔阂的，
然后再加上军队打哦，来撤退来台湾，他们是失败了，然后来这边，在很多很多方面其实都还没有办法跟这边的人民融合在一起，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误会，也造成了很多的误解，所以就开始二二八事变，一个只要一触，很多很多敏感人，本来大家的一个气氛什么就触发出来，所以这部片子其实谢谢你们就要讲，就是他接下来要解释的二二八事变，族群的冲突，就从这件事件之后。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，然后台湾人民和外省人民之间的仇恨也逐渐加深，然后这也是成为后来台湾人渐渐产生要独立国家的想法。应该处理家家，高不那欢迎的，光芒可以啊。那个，请问你在台湾是所谓的外省人还是本省人？应该算外省人吧。那你会讲闽南话吗？会。台湾人自己常常说自己是台湾人什么的。可是能够真正称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原住民，因为原住民才是一开始就住在台湾。我这样算第三代吗？我才是第三代。原住民是不是真的都很穷？原住民，可我觉得还好哎，我也有遇过那种就是家里还蛮富裕的原住民，不过好像大致上都是蛮贫穷的这样。的制裁，严当惩凶，使得二二八成为所有台湾住民共同背负的十字架。不仅受难家属阴影难却，也几乎让所有的外省人贴上施暴者的标签。而对公理与正义的漠视，更让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入罪。一个人能有多少个五十八年？经历过那一场腥风血雨的人，如今或垂垂老矣，或将凋零殆尽。当日被死神遗弃的孤儿寡母，他们的苦难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。当日与死神共舞的亲友朋党，让恐惧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梦魇。今日我们仍在等待，等待当来的正义。逃课呗，收姑娘呗，明明就是国企的生殖器，还长生不老。花出去不见了，不许做梦，不许做梦。偷鸡一万个易拉罐当国家主席，牛逼。这样无聊，还只是年轻时间啊，会越来越无聊的。